时代越来越进步，现在的人上街 shopping 不用带一毛钱，只要一张卡就可以走遍天下。但是用信用卡买东西之前，你一定要学会这一句话，唐后溜，信用卡做 demo， 信用卡做 demo， 信用卡做 demo， 信用卡可以吗？现在我们去学学看怎么用这一句话，来嘿。信用卡做 demo， 哎哦，雨儿，你看看，这一双是我梦寐以求的球鞋。我跟你讲，我存钱存了很久，就是为了要买这一双哦。你看看这一双搭配我今天的装扮，穿起来是不是很帅气呀？那我就把这一双买起来，我们去 game 钱去付钱喽。啊，去 game 钱？嗯，走走走。老板，我想要买这一双，请问这双多少钱？这双1500，1500哦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啊，完蛋了，我忘记带皮包哎，钱包了啦。你忘记带皮包哎？哦，你也太粗心了吧！我这里有带信用卡，借你用啊。老板，请问信用卡做 demo， 信用卡可以吗？不好意思，今天刷卡机故障哦。哎，雨儿，那你身上有没有现金？现金先借我啊。现金。我也不够啊！啊，老板，请问一下，这附近有没有提款机？提款机啊？我在出门口的右手边就有一台了。那不好意思哦，你先帮我把它包起来，我去领钱，马上回来。好，走走走。复习时间，付钱、减钱、减钱。皮包、皮包诶、皮包诶。现金、现金、现金。信用卡可以吗？信用卡做 demo， 信用卡做 demo。提款机，提款机，提款机。行真耶，客家 B&B， 本人客家 Q 卡来讲客家话。